係 Bonnie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 Hollister 買咗啲乜嘢。咁先前咧 ，Hollister 咧就有減價嘅時候啦，咁咧我都係臨到最後，佢減價嘅最後一日咧，我先知道嘅。咁我係透過 Facebook 睇 So Far So Cheap 嘅網，咁而咁啱咧，佢減價嘅嗰件風褸咧就非常之吸引我啦，咁所以即刻咧去買。我當時我記得我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，就即刻 po 咗 IG Story 話俾大家聽，哇減價，大家快啲去買啊！咁都分享咗咧我買咗啲乜嘢嘅。今日咧就終於到手啦，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究竟買咗啲咩咧，同埋著咗上去之後是怎樣的。那我們事不宜遲，快點開始吧。首先講一下內衣類先，那我就買了兩件有 pad 的內衣的。那第一件呢就是這一件灰色的棉質的內衣啦，因為夏天到啦，所以有時候都不想那麼箍住自己啦，就可以穿這些棉質又就這樣有個薄薄地漸的內衣在裡面啦，那我自己覺得挺舒服。這個就比較運動型一點的，那另外一件呢就比較可愛一點的，那它也都是做有延伸的設計的，那這裡全部都是 lace 啦，那它這邊呢就是蓋住條腰的，那我自己覺得這件都挺好看。夏天的話這一些的內衣也都很百搭啦，不需要怕露到個內衣帶，咁我就買咗兩件。咁兩件其實我都著過噶啦，我覺得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咁灰色呢一件咧個 pad 咧，我自己覺得咧就冇粉紅色呢一件個 pad 咧咁挺身嘅，而著咗落去個胸型咧，我自己覺得粉紅色呢件係比較好睇啲。咁同埋呢一個咧都係比較薄身啲嘅。好，咁之後咧就到上身衫啦，我就買咗呢一件黑色公主袖嘅上身衫，咁咧係短版嘅，佢下身呢個位置咧係全部做橡筋嘅。咁咧佢系箍住咗你条腰嘅位置嘅，咁着咗上身嘅时候咧，你可以松松地嘅话咧，咁你就可以露到呢个肚出嚟啦。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有肚腩嘅话，着翻条高腰裤摄喺里面嘅话咧，其实就睇唔到你肚腩噶啦。我自己觉得就算有肚腩呢件都可以着咯。其实咧呢一啲衫咧我都系揾咗好耐噶啦，咁我喺淘宝咧就买咗件白色嘅，咁跟住见到 Hollister 你有减价又有差唔多款咧，咁我就买咗件黑色翻嚟着啦。淘宝嗰件白色未到啦，所以到咗就。好，咁之後咧呢件衫咧就比較熱啲啦，一定唔適合夏天嘅時候著嘅。咁但我都係咁嘅，通常夏天嘅時候見到冬天衫減價咧，我就即刻買，因為通常你轉季時候買衫咧係會平啲噶嘛。咁我就買咗呢一件黃色嘅 Hollister 短版衞衣，佢完全咧係毛巾質地嘅布料嚟啦。超级舒服，超级軟熟啦，但系而家着咧，肯定咧就会热死人噶啦，咁样着出街，你觉得好靓啦。我谂秋天或者有阵时落雨嘅时候比较凉啲咧，就可以着呢件咯。我中意呢啲咧，因为佢系松身嘅，佢唔系贴身嘅。坐低嘅时候好怕一嚿肉咁突咗出嚟嘅话咧，都唔怕，因为佢松身噶嘛。咁你坐低嘅时候，其实佢都会遮住咗。我自己系好中意佢呢个配色咯，如果有件 T 恤系咁样颜色就好啦，我一定会即刻买。好，话咁快就嚟到最后一样啦，就系、是、我俾佢吸引咗先去买嘢嘅呢一件风褛，一样佢都系短版风褛嚟嘅，但系咧佢系成个色都系好少女心嘅颜色，扎扎系呢一件粉红色加白色再加奶茶色嘅风褛，嘟嘟嘟嘟嘟嘟。有我最中意嘅奶茶色，我自己覺得呢個色都係好靚咯。我覺得風褸嘅話，我無論佢短版定係長身，我覺得冇乜所謂。咁因為夏天嘅時候，有陣時入到室內嘅時候都有冷氣啦，咁都會凍。咁我自己覺得呢啲風褸嘅話咧係必備嘅，呢件衫係買得好抵嘅。我唔知道佢幾時會再減價啦，但係如果有減價嘅話，一樣啦，我都係會喺 Instagram 嗰度咧即時同大家分享啦，或者大家可以去 So Far So Cheap 個網啦，因為我記得成日 Hollister 有減價咧，我都第一時間喺佢嗰個 page 我見到啊。咁呢件風褸咧就唔係嗰啲薄黐黐嘅風褸嚟嘅，佢都係一定嘅厚度啦。咁同埋裡面咧佢有網嘅喺裡面，出邊呢個位置咧佢係有個袋，但係佢個袋咧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細噶，係咁樣噶咋。超級細，你根本冇可能擺到電話。咁其實 Hollister 買嘢嘅話咧，我一啲都唔擔心佢嘅 quality。咁我比較擔心係個 size 啱唔啱我，因為我記得我先前都喺 Hollister 買過嘢咧，但係個 size 係唔啱嘅，咁所以變咗好擔心今次 size 會唔會有唔啱嘅情況咯。我今次全部都係買細碼嘅，咁全部都係啱著啦，同埋係啱 size， 咁我自己係好開心噶。所有嘅商品嘅連結全部都喺下邊資訊欄都揾到噶啦，咁係咯，因為我自己覺得今次買嘅呢幾件我都覺得幾中意，唔錯唔錯。好啦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呢條影片啦，如果中意嘅話記得俾個手指公我。想睇我其他影片記得喺呢度撳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再如果中意嘅話唔好忘記分享俾朋友仔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